今日咧有一件好特別嘅事要做喎，咁一陣間咧我就會出去啦，咁咧我就會去一個好特別嘅地方，就係郵局啦。因為咧今日咧我要去攞一封信啦，係我嘅第一個嘅筆友喎。我而家咧就嚟到呢個郵政信箱嗰度啦，咁我就會開嗰個郵箱。咁我攞到嗰封信啦。因为私隐的缘故，我没办法将封信拆开给大家看。其实收到这封信我真的非常开心，因为我是未曾试过交笔友的，所以这个是我第一个笔友。之后我都收到另外一些的信，现在我都开始了回信给这些笔友的过程。其实不少的人他们都是说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可以跟谁分享这些东西，所以就想用笔友这种方式去跟我聊聊天。其实咧，陆陆续续喺呢啲回信嘅过程里边咧，我都觉得好开心嘅。虽然见唔到面啦，但系咧，我都知道咧，呢啲人咧，佢哋同我分享嘅嘢咧系好真诚啦，能够听到佢哋一个一个唔同嘅故事。咁如果咧，你都想用笔友呢个方式咧去同我倾偈，写信俾我嘅话咧，咁你就可以写信啦，然之后咧寄去呢一个地址，记得写埋你嘅回邮地址。或者你都可以在 Instagram 那里跟我讲声，等我知道你会跟我寄信。如果有任何的问题，就在下面留言问我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